等一下哦。那手厨呢，就是我们 U 瓦角，哦，所以首次厨职奖励内容就是随便一只 U 瓦角。首次厨职奖励与钻石的厨职方式及比值。那3290就是6580，也就是说66就是34，33，嗯，你懂了吗？66就是33，这应该是台币哦，应该换好了。170、340、490、980。嘘，主线吧。好，所以今天的重点哦，什么鬼啊？哎呦，选人挑战这样子。哎，那、啊、我怎么酒吧？哦，打开，两倍速，然后它有自动战斗这样子。哎、欸，我觉得这款游戏做的很像，好吧，就是这种玩法的手游啦。这应该现在应该也有这种类似的，非常的帅。那做的比较像，就是一个关卡里面有小三小关，而且他的角色也是做的很可爱哦。而且他直接有自动了，这点加很多分。自动就算了，还有两倍速，这超级加分，这也是让大家觉得很好玩的地方。因为手机游戏嘛，就是要加速，这点我讲过。手机游戏不加速太 low 了，因为我觉得说，因为手机是很耗电的，手机如果要做游戏的话，如果拖太久的话会非常耗电，所以我觉得手机游戏就是要两倍速，尤其是这种玩法的手。哦、所以你看到两倍速之后真的是非常的耐玩、欸、就让人家有一种、啊、不拖泥于带水的那种感觉，而且还可以离线挂机呀，我的天，所以这一点又超级加分了。然后再来他，哦天哪、啊、我不知道讲什么了，哦，也太耐玩了吧。当然是先练 SR 甲，然后你就可以抓上去，然后他也可以我真的不知道说什么了，太好玩了。诶，这边我比较建议你们先好，你就可以自己换位置。等一下，你在干嘛啦？等一下，我这边可以自己换位置。你要去帮我们设好了、欸。嘘，那我刚才练那一只干嘛啦？你知道我被笑是不是？我，你干嘛练那一只？哎，怎么？哇，真的假啊？公升球的吧？你 SSR？ 是哪假？你黑白白是无？哎、欸，又白白啦！我爱唬你哇！又白白，又白白，这又怎样？他乱排位什么？哎、欸，为什么我不能换八号上去啊？哦，因为八号已经在上去了。那我可以让你下去吗？我怎么让你下去呢？不能。好啦，反正我觉得说，你如果看到 SSR 的，你就直接让它上去了。诶，为什么这只不能抓？啊，他啊啊！我知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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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看懂了，我看懂了。各位，我看懂了。之前场上不是有1到8吗？
然后你要把 S 级，你要把几号？你所以你要对哦，二号是 R 级的，你就把二号换下来，就这样。所以你要去对号码。三号是 R 级的，你要把三号换下来。四号是 R 级的，你要把四号换下来。所以点四号。啊娘喂，等这个布阵某攻略啊，未婚你哦。所以五号是 R 级的，你要把五号换下来。天哪、啊，不要这样搞啊！哎，没有了，都 R 级了。哇，这东西也太耐玩了吧！就这样。哎、欸，我觉得他的阵容布置有点复杂哎、欸，但是经过我刚才那样讲一讲，我相信大家都会了吧？其实就是你要理解啦，而且他也送太大了吧？这款游戏会是一个非常耐玩的手游。你看，我不知道怎么讲嘞。我们刚才讲完而已，他马上又送。那就先把二号换下去吧。因为这游戏他要送了一连串的 SSR， 所以我们先把 SSR 让上阵。那我可以让他们互换位置吗？不行，哇！所以虚多了我。好，所以五号先把 SR 的再换上去，六号也是，那这边就以此类推了。好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。好，就整排。哇，所以总共会上阵八次。哇，我觉得会是非常酷的游戏。好，就这样子喽，然后再练一下。